今天是那个香港的第二天。是的，怎么办？我们在第一天，我们东西要变超级乱。哎，出门玩玩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乱成这样，我们就是乱也要乱中有序，好不好？有吗？乱中有序吗？有啊，我想要拿什么东西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有啦，我们这边是化妆区，这边是那个杂物区，然后这边是食物区，你知道吗？昨天的食物区。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小的企划，你知道什么企划吗？我知道啊，什么企划？我这样好丑。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这次来香港，其实没排什么行程，我们顶多就是排了那个迪士尼的行程而已，所以我们决定，我们就要来把我们这次香港的所有行程呢，然后全部交给雪特橘皮提来排。我们要靠的是网络的力量，雪特橘皮提帮我想行程。好，走。而且不能反悔哦。对，不能反悔，就是雪特橘皮提叫我们去哪里，我们就要去哪里。学长，学长，我要开喽！可恶，竟然锁住，妈的！学长，学长，干什么？学长，早安！整个黑白无常了啦，你的手是什么意思？来，学长，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吗？今天不知道，由雪特橘皮提决定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偷听哦！讲那么大，妈的嘞！雪特橘皮提帮我想行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那个用 ChatGPT 来决定我们今天一天的行程。请问我们要先打出什么关键字？我们今天有几个目标，例如说，我们今天晚上要办见面会，所以我们要在5点前先回到家里面准备。要请他帮我们排，就是所有的早餐、中餐还有晚餐的行程。啊，连三餐都让他决定哦。可是晚餐跟中餐会离太近了，四人要吃中餐，吃晚餐。Hello， 请帮我排。早上10:30香港的开始，香港的行程来咯。啊，你4:30起来要回到这边了，你要跟他讲。有我讲的话讲，我刚好去帮我推荐午餐跟下午茶就好了。早上10:30开始你的一天，参观香港的香港历史博物馆。哦，该博物馆位于尖沙咀，就在附近而已哦，而且要停留1到1.5个小时。然后中午12:00前往天好运点心。天好运，好吧。不是，重点是我发现吃饭，我们现在他直接叫我们去历史博物馆哎，我们没有吃早餐哎。棒。好白痴哦，我们还没吃早餐。这关屁事。猫后排，早上10:00看香港行程，但是要先吃早餐。他说：“当然可以哦，早上10:30在尖沙咀蓝方园。”然后来 ，yes， 蓝方园，阿里嘎多，蓝方园。对，然后再来是我们去香港历史博物馆，11:30我们就1个小时可以吃饭哦。然后下午1:00我们去尖沙咀的星光大道。然后3:00我们在阿甘正传餐厅里面享用下午茶。然后4:30回到尖沙咀的饭店。好 ，OK 吧 ？OK，OK， 太棒了，就是我们的行程。好 ，OK，Let's go。哎，太多人了吧？排队喽，就像真的要排队了耶 ！Oh my god， 哇帅，神经病！今天我们再来到蓝方园喽，我们这是我们 ChatGPT 帮我排的第一站。对，但是因为今天是礼拜六，所以超级无敌多人。可是其实人其实也没到超人流很快啊。毕竟就是台湾跟香港不一样，香港就是可以接受病桌，台湾就是 no 病桌的，所以就是台湾会等比较久一点。嗨，但香港就是强制病桌，所以就是等得很快。你有吃过吗？有，我吃过，上次我来的时候有吃过。好的，快轮到我们了。真的我们打进去耶、yeah ！但其实他们的服务没有很差哎、欸欸。小公主买，哎、欸，赶快小公主。Hello， 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个是香港的南方园的葱油鸡扒烙饼。嗨，来，我们各位试吃一下。奶，いただきます。这是香港。谢谢。来，好好吃哦。我们刚刚用餐了，因为外面好多人在等。拜拜拜拜。耶，我们吃完了，那我们现在要去找厕所，肚子好痛，快点！你知道为什么肚子痛吗？为什么吃太快？Because yesterday I don't poop. You don't bang bang bang. Yeah, I didn't poop. So today my stomach is very very put much. Okay, so go to bang bang bang. Bang bang bang. Bang bang bang.好了，我们本完了，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景点，请问我们要去哪里？哎，我真的忘记了，什么博物馆？我们要去香港历史博物馆，我们要去了解香港历史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城市，我们就是要来先来了解它的历史。哦，没错，所以那个地方主要就是那边最重要就是它是有冷气的地方，有冷气。对，因为毕竟现在天气超级无敌热，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天气，太热了吧。
Mr. Google 带我们去香港历史博物馆。下啦，我在查了。Mr. Google Map。下啦。二分钟。走路吗？打的士。打的士，谢谢。好吧，那我们准备出发了。我们下一站香港历史博物馆见。拜拜。哎，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了 Hong Kong 历史博物馆。乱念是念吗？因为刚刚那个司机就这样念的、啊。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个我们要去香港历史博物馆，然后司机听不懂。Hong Kong。 然后我们就刚说 museum museum， 他就跟我说哦 Hong Kong 历史博物馆。Lost.随便，反正就是香港历史博物馆。这个其实有点像是那个科博馆的感觉，好像是那个小学生会出来校外教学的地方。我们去小学校，大家好，我们依然校外教学，很开心。哎，大家小学生说我们才没有这样了。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我们去历史博物馆，了解，我们可以了解香港的历史。老师，请问你喜欢来历史博物馆吗？要买票。我刚看谷歌那个了，他是说不用买票的。GPT 知道我们是小资旅，不用买票，免费之外还有人气吹的地方，就是完全就是观光客友好，太棒了！阿里嘎多，观光客友好。司机，你为什么不要把我放在门口？但你其实可以停的。我觉得他只是不想要绕过来而已，也是有可能啊。算了，我们刚吃完饭，当做减肥，谢谢。好哦，当做减肥。哎，现在已经进来了，里面非常的舒服。然后现在阿啾又要上厕所，麦克风不知道有没有关，如果没关的话，大家就可以听到他上厕所的声音。哦，太刺激了吧！各位，我们已经看完了香港的历史，请问各位对香港历史有任何的那个了吗？任何的那个知识了吗？不好意思，你没有提供任何画面。没有，你等一下，我们就是会中间放照片哈。香港自己特有的文化，它都在里面，就是用画的，然后把它画成里面蛮那个场景这样子，其实蛮精致的。而且说中国大妈没有啦，剪掉，真的、啊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景点呢，我们就是要去那个尖沙咀的星光大道。星光大道应该是要傍晚去，晚上去比较好吧？风拒绝 ChatGPT， 我只能先稍微质疑一下 ChatGPT。这个时候，你看人家天气多热，去星光大道是要晒成人干，是不是？超热的 ，ChatGPT， 你这样子太过分了吧？我们要被烧成人干了 ，ChatGPT。有个雪糕车，对，真的，听说很难得遇到，真的吗？哦，谢谢，都贼雷。这样子小小一只，我们去边边吧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录影呗。我们先吃一口吗？对啊，先录影。小小一只，而且它有点萎缩的感觉。快点快点，你吃起来也很猥琐。好吃吗？但就是买一个趣味，你知道吗？没了，对，没了，吃个四口就没了。一口十块，谢谢。就是我觉得没有特别需要买。我觉得对，我讲出来吗？耶、yeah, ！我们终于来到星光大道了，谢谢 ChatGPT， 好好玩哦，好漂亮，风景好美。这里就很多那个艺人的那个手印呢，而且你们看我跟杨千嬅手一样大，我、是下一个超级巨星吗？说杨千嬅吗？对啊，你看我跟他手一样大哎。是杨千嬅是甜不辣手吗？喂。You wanna be on top？还敢说我？好热！你好，同学，要买卫生纸吗？是屎！耶、okay. yeah, ，我们现在到新港中心了，我们要来找就是刚刚 ChatGPT 跟我们讲说，在新港中心里面有一间《阿甘正传》的下午茶。Let's go, go.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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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乱吃哦！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终于结束了我们今天的 ChatGPT 行程。Thank you very much, ChatGPT， 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行程，我真的好开心哦，上，就是很开心，对，非常开心。好，我们要喝西瓜就结束这一天喽，拜拜。你好，开心吗？开心、啊。哦，对哦，你拍一个就是那个喝下去，然后说哦，好凉，好舒服那种感觉。哦。好凉，好舒服哦。太没感情了吧。